太子有人问你几岁？我几岁？你不知道我几岁啊？我不知道。七七是十九岁。我告诉你，有问题可以赶快。我几岁？你看，他们也不知道。我哪有三岁？我两岁多而已啊。才三岁。两岁半。两岁多。两岁多啦。你，那你还敢当我护法？对不起，搞不好连美君也不知道。今天的考题就是太子几岁，莲花太子几岁？几岁？他之前说两岁半啊。长大了，三岁吗？之前是说两岁半，三岁了吧？他永远不会。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？就是妻子说这间公司我会做的事，那你觉得？他妻子说这间。被其他人看过了吗？小秋看过了，小秋是做这个。好，嗨。那你先不要看。好吧。请你要不要赶快下一次？你先去。你好，你还有需要问题吗？精神坏掉。在这边，先请。Thank you。看不看个人吧，要看经济条件。如果经济条件没有很好。用墨粉的整修，冰上基础。他说你的机子说什么？机子说这个就是比较好一点，他说会做的跟很多人的关系，会自己的力，做的跟力很大，你想到一些地方。他说对他们这边很脏，这边也很脏。孙大圣，没有孙大圣，孙大圣是什么？没关系，我们会闪你的。玄天上帝啊，玄天上帝我们就没有参加。玄天可以，但是他真的不太干净啊。小时候不用。勉强可以，但没有玄天上帝。我觉得你不要的，你太容易了。发挥了很久。谢谢。还要问，然后再粘上去就好了。身份证掉了怎么办？捡起来就好了。绳子断了，先去绑上去啊。最主要是金身，不要是那个主体。那如果是手啊，旁边的那个一点受伤，久了，台湾比较潮湿，国外比较干燥，每一个地方有不一样的状况。一般如果它这个裂痕，它是会延伸到变成两半的这种。的刊裂基本上就是发泄的时候换掉，但是它没有那种裂成两半的刊裂，基本上是不用。应该说，脸的部分没有大伤害，没有裂掉，但是还好，还可以就是说研究掉漆重色就好。可是因为脸上有裂痕，而且那是很明显的那个地方，因为发现了一些精神不好的东西在里面怎么办？找师傅去你家看。我就像你讲的，会用的情绪找专家哦。好，他的那个，他们上身打在自己身上会痛吗？物理伤害会留下，痛觉会带走，我就会痛。做做产品的，你有可能什么？真的，你这错，真是没什么的。谢谢史大哥。很业余，你脑袋很灵光啊。想一些有的没的，很聪明。小聪明。他在那叫你想什么事情，叫你在那出功课，还是给你，就说脑袋就灵光。你很会闪。就有没有什么人还特别跑来问我这个？我想说他快挂了，没有。没有，你还早，还没有卖。他感觉他快挂了。你的灵太轻了。感冒看医生。看医生啊。他有吃药。我在吃药。这边，他在那边弄一下。是最常。
常跑一些有的没的地方，你也然后连上面的你也会说不准。对，请对这一点跑的坏，你以为你都没有，然后就都可以用啊？不然你跑的你也觉得不舒服，坏的你也觉得不舒服。你看那个那太轻了，在那里跑这一跑，你的那没关系，他坏了，让他再多跑一下。你在宫里有念经，外面就很可以念念念念心经。好，就那个先念健康水咒，再念心经了。你那个我没有办法，他只有护法没有都跑不好，我在这儿、你看那个提醒他再说重新说一次，我在这里。好，这就是为什么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我要给你什么建议？但是你今是你在修行还是我在修？让我帮你修行就好啊。我帮你修行。有点你。你待多久了？你待的比这个还久。比我还久，比我也还久，比我还久。没有。比我还久来。比我还久，比我还久。哎、啊，他们怎么都不会迷惘，你就很迷惘。你来比我久了。这个也是重新来，这也是重新来的。好吧，重新来的。永劫的话要。你最好25分下来，然后上去跟他讲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有个办法，就是都不要那么困难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困难，就是你把虎爷给不要了，全部重新来过，就重新再接别的神针下来，你就不要、啊、从头滚起就很简单啦、啊，就跟修佛一样，回来再回来就全部重新开始啊。人家有十倍的努力，你要百倍的努力。你要想想。你好，你现在还执着虎爷的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有感情了嘛。那你能为他做到什么？跟你讲，就是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你能为他做什么，你只是一心想着他。啊，我的虎爷，我的虎爷，我的虎爷。你不是说你视他如宝，我是真的没执着。念他比念爸爸妈妈还多。那个叫嘴上说没有。对啊。心里的执着点还是在，所以你光说不练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我说你要简单轻松，你就是不练不要了，那就重新来过嘛，对不对？就最简单，你的那个他们叫你出的什么功课什么，你都不用去想，我说的，重新来过、啊，对不对？是你选。对啊，我回来也是重新来过啊。对，还没，因为他钱都花了。钱都花了，不要讲了。不是，我们讲可以改吗？钱花了钱，你要痛就改了。你要做的没有那么难，你把它想得太难了。因为什么？不想练。你脑袋想的就不是这些，你怎么有办法做到这些？对不对？你脑袋想的就不是虎，你顶多只想虎爷两个字，但是你没有想说虎爷我能为他做什么，你没有。你其他虎爷你可能只占了。三分之一，其他人都在想别的事情啦、啊。你自己扪心自问，是不是就这样子？啊，难怪你就一直没有办法，加上你的脾气。难怪你先改你的脾气，你先做到那个，先做到孝顺。再来第二个，你的脾气改了。再来第三个，这两个是一起改了。啊，这个是你可以问胡爷怎么做。你看他们你也每天来，他也每天来，你看他每天做什么，你就跟着，你可以问他呀。你每天跟他在一起，你怎么会不知道还要做什么？我以前就每天就是看，我每天以前就是这样坐在上面，然后就看你这边跑啊，那边跑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。那边转转转，转转转，那边这边看一下，那边看一下，啊，这边坐一下，然后隔一下。隔一下。他在减肥。我在上面看你很忙，你知道吗？肯定在瞎忙。瞎忙，不知道做什么。哎，那邱伯爷是什么？他这里都已经规划好，他就用这个时间点，然后他就忙这里的事情忙完，然后你隔壁我没有去看，我就不知道。啊，隔壁人做了一下没多久哈，他有行政处理，然后就坐在这边，然后填完单子，然后处理完之后，啊，都没事了，晚上了，然后再来。待在这边，在那边坐，他就是有他表里他在规划他的时间，他都知道他到来，他都已经想他要做什么了。那你来就想好你要做什么，你要把你的那个时间去规划好。有人想不到做什么，时间没有过到吗？那就
那个北寮干。就是没有规划，北寮干，真凶哎！那等于是零嘛，还是都没有规划？是你想的太快。如果你去，你现在爬那些张宇杰，还是他这个地步的时候，你又怎么办？那你不就完蛋了？那屁股都着火了。你现在的你这个才小意思而已。现在到走到他们这边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还想虎爷回来？不怪你随便，你随便抓一只猫就好了啦。不用抓，家里有了。家里有了，你下次把猫带来，我把猫的铃跟你的铃互掉。你的铃当猫。然后呢，猫的在你身上，它搞不好都比你聪明。看一下，喝一下。大姐，你要不要先去吃？我饿了。你饿了？大家都天气热，是不是？我饿了。冰的李俊贤会吃，然后不吃，李俊贤会吃。现在时间不吃，等下晚上是应该要问他说他到底想要什么吧？他好像都没搞清楚他自己想要什么。他可以跟那个张月娇有这两个字，就他想那两个。他还比张月娇还好。有啦，张月娇就是自己想自己对，然后是因为在家里好像做了很多事情，但来这边什么都没有，就双手一摊。那个叫小秋，我看不到了，我又看不见了。对，我们那个顾问就整天来，就是看看没事就要。他有摄影，他有朋友先来一下。有，我很常就看到他，他有时候坐在那里，有时候坐在这里。看我多累。还打呼。每个在下面看都在睡，不然就是又在吃了。吃他比较少在这里吃，又在拍，他应该都躲在旁边吃，因为我们都坐在这里，没有去到旁边你们的地方。好苦在看，被他取到了，他下次就知道他吃药。看啥？吃药旁边睡。看你，看大师，看大师啊！对了，你是不是看那个顾问每天都在？对不对？要准备。这样好像太困难了，你先教室之前。啊，我那么久没回来，看那个张玉杰都不理我。对啊。那张玉杰都坐在那里不理我。张玉杰。张玉杰说你都不理他。他很忙哎，他都坐在那边，然后门都到没有不理他。啊，对，我说我在这边聊得很开心，然后他都不理我。他就住在这里做习惯了。对啊，他习惯了。没有。还是我再去一个月好。是吃完扣我5块，扣我5块。不要扭扭捏捏的好奇怪。还是我再去一个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我再去一个月，你再做一个月，哇，那个观音就出来了。没那么快啦。我可以让他那么快啊。啊好，您安排。你刚才希望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呢？你这样子我回答。其实顺其自然了。他一定想就心里想，对他没话。没有，我就顺其自然就。快了，那另外一个。他觉得没有。哇，那我还是先暂时先当义工。你会听到，你要一讲那个词王就开始每个都在抱怨。五位兄，四位兄弟是吧？不是在上面，我一个公屁啊！哎，你看，他一开始一直讲。他会跑上去跟不是啊，在这上面。他会在这里啊，我们在这里，然后就每个就是每个都抱怨一下。每个都抱怨一下。哈哈。最近有个开戏啊，你看，你看他会念。哈哈，我知道，会念。会睡也是真的，很可怕。他比那个阿公还睡。他大概40几岁了，是吗？我看过一次，大概是。你的比较年轻一点。啊，对。他跟你的稍微再大一点。啊。所以比较凶。对啊，比较凶，公比较凶。不是越年轻越凶，有时候老了也
上面的那一个吗？最上面，最上面的没有，那是外面的。对啊，就是。哈哦，你刚才你录进去了是不是？他都不看的，没事。哦，他都不看。他可以交代一下外面的情况，因为他们现在空的，他只是去留言而已。哦，那不错。那个脱掉，脱掉。那个那个那个拿来呀，拿衣服的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下礼拜就回来了。哎呦，那你进修完毕了？对呀。我就没有回来了。我刚为了要整你们，不然我差点就太感动了啦。你整到我了吗？什么整到你？为什么要垫？因为那周还有游戏可以先垫。今天又没有什么鞋，就不要垫了啦。又不是那个像秋波玉一样，你要那么高。狂奔。好，我要走了。哎呦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啊，晚点，晚点要看情况哦。一，他不是说他那个故宫那个元帅不是说他会代替我，然后处理宫里的事务吗？对。但他有时候还是很，所以晚点看看。看状况，看。我等下我会先去通知他一下，好，我会先通知他一下。如果今天很多人的话，今天现在很多人吗？晚点还没死，还好。哦、还快死了，他比我还忙哎！我觉得他最近忙到他有点想要倒机哦。他一开始他说他不想倒，他觉得他做了那么多没有发挥，好像很浪费。倒机哦，嗯，倒机哦，还是应该没有，就想看。他不会找他啦，他那么像女生。啊，不是，我说他，你那个你的个性没有关系。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